我是林提宇安娜 ，Hello。我们现在玩的这个是，哇塞，现在怎样？一开头那个广告也太刺激了吧？好，这是一个婚礼沙龙，他要结婚了，所以要先好好的打扮，对不对？他好。哦，太美了吧！所以现在大家叫你要干嘛干嘛呢？首先我们要选选吗？这个好 ，Relax facial spa， 一开始哦，从一开始开始哦。I'm so nervous. Do a spa to relax now. 哇哦，脸上怎么痘痘痘？这么多痘痘呢？洗澡都是有、哦、还是先把它稍微洗一下好了、啊、好洗掉嗯 More water please 收尾巴哦有点点没关系点点等一下会处理掉啊对啊然后这个滑过去然后这个要钱再滑过去等一下这个哦，这是专门挤痘痘的哎，你会哦，把痘痘拿掉。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这个也会处理掉。嗯、然后这个 ，lovely。哎，这应该这是像什么护肤霜之类的。哎，喜欢粉色。对呀、啊。可以试粉色。这样看会有什么效果？把它处理掉。等一下，我把一个黑点，好，这点用涂抹掉。哦，这个是什么呢？哦，哦，都喜欢敷眼睛呢。好，休息一下哦。哦，眼睛变好大。这个要夹什么？把那个夹掉吗？哎，不是哎，夹眉毛，眉毛，你看眉毛变男人的眉毛了，好笑哦，太好笑了。这边。好像男生的眉毛，剪剪掉，哎，变漂亮了耶。喂，这些。这个呢？这个先来弄个乳液，把它抹上去。哎，那痘痘怎么还在啊？我等一下把它处理掉嘛。这边还有一点点，这个，然后再弄一点乳霜。哇哦，下一页，哦，完成了，好、哦，现在用眼睛的哪一个颜色呢？这个、绿色。好，然后弄一点点，噗噗，哎，它痘痘突然都不见了。对呀、啊，我把它洗脏了。这个。Fantastic。这个画眉毛的，眉毛的，你要把它眉毛画漂亮一点啊，画这一点点，都悲剧了。还有另外一边，这要涂好，都要涂好。你要用别的颜色，好，你要把它涂好。好，换另外一支笔。颜色呢？好。在哪里啊？也是要睫毛的，睫毛的。好啦，很亮。下一个，噗噗，噗噗噗噗，好，再来上一点点，这应该是跟眼影有关的。眼睛附近呢？我不看，还是嘴巴、鼻子后面？眼睛，眼睛，眼睛，看爸爸的手。对对对，它是眼线，那个眼尾那边的眼影的，把它涂满。来，宝宝教你这样子。还有另外一边眼睛的上面。来，宝宝教你。这样子，很漂亮。好，这个也是哦，
这是亮彩的。来去涂他的眼睛。哦，变不一样嘞，太酷了吧！另外一边呢？好，换下一个。我好像要去化妆，哇，好多笔哦！来，噗噗。好，我们来试试看这个好不好？粉色。这里像睫毛的。粉色。睫毛膏的，按一下这个。睫毛膏。看一下这个，先拿笔，先拿这个笔，然后沾这个，好，然后去弄上面，弄眼睛这个地方，你看有没有睫毛出来了？我喜欢这个。酷哦，好，然后这边应该是腮红，弄一下腮红，哪一个呢？紫色。来，拿上去铺一下，铺嘴巴这，对对对，哦，你看有没有变不一样啊？好，下一个，这边也是腮红，有没有用哪一个腮红呢？啊哈 ，I like it。来，去涂它。要给我把它补过去。好，再换边。口红要哪一支呢？红色，好，红色，嗯，啾啾啾啾，礼拜哦，下一个，然后呢，唇蜜吧，上哪一个唇蜜好呢？就是嘴巴的，这个唇蜜，呜，嘴巴变好亮，快完成喽。对呀，哦，可以选择法式了呢。哪一个好呢？项链。这个。This is totally gorgeous。哎，这怎么用？哎呀。I love the veil。哦，可以开始换衣服喽。首先，先选头发。头发，我这个。Fabulous style。紫色的，这个漂亮。飘。You follow the fashion trend. 哇，没，没，奶奶咯，奶奶回来咯。Hey. 爱情。我觉得第几个比较漂亮？我觉得这个比较漂亮。嘿，我觉得，这个。Wow, so surprised. 我觉得这个。已经快要结婚喽。这个比较漂亮。是谁的？没有。好了。我用的。Stay。Stay。这边转过去。转过去。下面。下面。这里。看宝宝。没有了哈，那这个力，对，这个米奶奶，奶奶，我的奶奶，我的奶奶，奶奶，我的奶奶，奶奶，你要在哪里结婚呢？啊，我的奶奶。我这个很漂亮。
子好高级，我这个。你好个性。嗯，你喜欢。骗的嘞，骗的嘞。You have good taste。我这不行啦，我会怕。我只能用有这个，我会怕别的。这个，然后嘞，两，没有了。骗了的嘞，这个好，好了，来来来，首先你要嫁给那个王子吗？这边才是 yes， yes 是好。哦，帅哥来了，完成喽，好喽，这是什么？选什么？哈哈，你可以选你的老公要哪一个？好啦。那我们最后就完成啦，最后要说什么？谢谢大家，拜拜。好不好玩？好，拍照。好用颜色。歌曲。反杀嘞！喂，掉东西。亮晶晶，就爱心。